因为我到底喝的多么狠，生一个胖娃娃。They're dating for real? Very high potentially, man. Okay, Wang. 他是你的老公吗？那对于我而言，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的职业生涯中最深刻的八分钟，我必须说。我们三个人非常幸运，因为一出道的时候我们就红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机会可以让别人有给我们更多的八分钟去做表演。但是因为一场意外， Selena 在工作中经历了一场火劫，我那个习以为常的日常表演突然变得不知道下一场何时才会出现。而在第23届金曲奖上，我们三个人再度合体同台表演。你是光，你是唯一的向往，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当我们表演结束的时候，舞台上面掉下了一块非常大的白色布幕，上面写着 We are back。 而在布幕后面的我们三紧紧相拥，所以那一刻是我永难忘怀也格外的珍惜的一件事情。谢谢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JoJo。那我的八分钟是在第二天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然后我临时决定改唱《达拉崩巴》的那八分钟。我的八分钟出现在决定自己要不要前去冒险的那个时刻，输赢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我唯独能够控制的是自己去做一个选择，做一个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不会后悔，但是当下绝对不会后悔的那个选择。所以就决定通宵跟老师一起去沟通编曲，然后根据自己平时喜欢玩的风格去安排怎么进行一个更有对话感的一个舞台。其实有很多人会反对，或者是很多人不赞同我的这个选择，但是我发现坚定了自己的选择，知道自己要什么之后，自己会变得无所畏惧了，就可以拼尽全力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对于我来说，八分钟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次去登上 Coachella 的舞台，刚好我那时候的演出也是八分钟。在一个也不是很多人认识的一个地方，去展现一个舞台，那时候我脑子里面是空白的，然后完全是靠肌肉的记忆去完成的。也是因为这一次领悟到了，每一次彩排，每一次练习的时候，都要像表演的时候一样去完成。我希望喜欢音乐的、喜欢表演的朋友们也可以做到。What's good, 大家好，我是朴彩帆。For me, the most memorable 8 minutes on stage, it was much longer than 8 minutes, but it was my solo show in 2018. It was called All of Me. And so I debuted in 2008, and it took me about 10 years to finally be comfortable with my music and myself as an artist. So finally, I wanted to give the fans a good experience and also put on a concert that really represented me as an artist.And I just remember being so motivated and wanting it so bad and just being so inspired to do well, and to put on a good show for the fans. And those emotions are very memorable and valuable to me because I might never get it again because, you know, you can't rewind time. So, yeah, 2018, all of me. 谢谢。好难放，好帅。大家好。我是黄妈小霞，在小霞2.0的公演上，黄妈唱砸了。当时就绷不住了，因为从小霞到小霞2.0，对不起啊，我是个哭包，请大家接受我的眼泪。
当时我的下意识知道将要有一个危机感来了，因为从小霞到小霞 2.0， 我拼尽了全力做，如果这张唱片不被接受，那黄绮珊将会消失在你们的面前。然后经历了80场的这个巡演，有呈现无数个不一样的8分钟，特别感谢大家接受和听到了小霞 2.0。Ella 老师真的很爱跳，他们都穿黑色裤，黄毛老师，他是 Barbie。现场的朋友，你们好吗？哇，太过瘾了！今天呢，已经进入我们舞台2023倒数的时刻了。没错，我希望今天所有现场的支持团能够好好享受今天的酸甜8分钟。哎，我们都可以拥有实力值，我们可以赢取我们的实力值了，终于。然后一个人最多50哦。对，应该。那我可以自己留着不分出去吗？那我可以都给你。50分能干嘛？对，50分能干嘛？我们的创意总监王嘉尔本次因为行程原因没有参与到8分钟主题舞台创作，对不起。也期待他总决赛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舞台创意吧。谢谢天音，谢谢嘉尔，你看我们嘉尔。满头大汗，不是，我是真的没衣服了。没衣服穿就穿睡袍啊！我刚下飞机，我里面只有。要不然我借你。啊！不不不不不不！啊！啊 ！Oh my god！ 哦！不要搞我啦，姐。好啦好啦好啦。泰坦尼吗？泰坦尼啊，泰坦尼。It's nice。啊，好难选哦。我真的选不了。你还是得选。Who I can't pick honestly. 可能要讲清楚。I'll pick the girl. 我很纠结，我有没有可能是玉子？没关系，自己照自己。好纠结啊！我是秋。我们这些老师好幼稚啊，在那边偷看别人的。支持结束，下面请舞台推荐人亮出你们的预测结果。我们一共有4个玉博，然后1个玉子。哇哦！哇哦！哦！今天的舞台叫酸甜8分钟，你们用你们的舞台怎么去解释这个酸和甜？酸和甜在哪里？我觉得黑和白就像酸和甜，它是一个味道的中和。我们希望一开始它可能是分开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两个是交织在一起的，最后就变成了酸甜好滋味。啊！哦，我很惊喜这个回答，好会说。我其实你们第一次的亮相舞台吗？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觉，觉得我很想继续看他们。然后看到今天，老实话，我会觉得他们像我不是那么会说话，没关系，你说，我帮你翻译。我觉得他们像衣架，就是不管你给他们任何东西，他都撑得起。哇，是很高的评价。谢谢老师。It was good. It was very. I like the yin and yang concept. You guys have very good chemistry together. You can both dance and sing very well. 来，我来翻译。这，他说的意思是 ，Wait, one more time. Jackson. You know, they both sing and dance very well. 他们唱跳都非常好。哇，我太厉害了！来，继续。And their talent, along with all this stage production.It just brought their performance to a whole another level. 然后整个舞台的制作质量把整个舞台提升了很多。黄玉博 yeah. You're very talented. Like even when I saw your last stage, I could see that you work very hard and that you're very talented. But I think he still has a sense of urgency to show people I'm good.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o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to do all the extra. Too much, it distracts from your performance.
I want him to believe in himself and his talent, and then we could focus in on him more. Very good. Wow. How kan, how ting. I loved it. 好看又好听啊，好喜欢。昨天我参观了他们的彩排，确实今天比昨天简直好的不是一知半点，哦，一星半点。就是我特别要表扬一下玉博，我跟他讲，因为他过去声音单薄，中低音区需要改一下腔体，他今天中低音区在我听来是极其美好，就是美的结果。哇，太棒了！玉子是这样的，其实他的个别的真声和他的混声，他都极其准确的表达了。今天哈，你的。这个是混声也是 OK 的，你的你也是 OK 的，就是从这个真声到那个混声的中间的过渡，可能需要你去下来花时间研究一下。我就找一句，我不晓得我示范的好还是不好。很好。那我站起来。好。就是这一下，过去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哇！哎呦，我们有多幸福，听 live 的，幸福这声场 ，she's so fantastic。I love you， 黄毛老师。I love her。两位的实力和所有的东西，大家都感觉到很强。很厉害的一点是玉博的吸收能力，因为你在。今天就要表演，提前一天要去做的一些改变，其实是很难去跟自己做一个自洽的。但是玉博他每次消化得很好，他知道自己能够接受什么样程度的一个改变，他就保留在舞台上。然后玉子是一个，我觉得是所有舞台歌手里面压力最大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初舞台就已经让所有人去震惊他的兼顾唱和跳的能力。所以玉子他隐形里面就会有一个巨大的压力，就是你一定要给大家可以接住上一个舞台的气。你一旦没有到达那个期待值的话，大家就会想说，哎，玉子是不是在紧张了，是不是害怕了。可是在每一次你的舞台上面你都能够做得很好，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量。我希望你永远都可以这样，永远都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能力在哪里。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棒棒！这些分数，是可以给予某一个歌手的。那我们就不能随心了。对，我们就是要给更有可能留下来的那个人。要得猜他们，要得猜他们。台湾会除了吃月饼之外，有没有什么也烤肉？烤肉在台湾中秋节一定要烤肉，那个我好喜欢，而且大家一定是在户外，在院子里，无论是在家吃月饼，还是出去一起爬山，或者是吃烤肉，我们都可以随时带上我们酸甜好喝的优酸乳，就让你的生活更快乐哦，更好滋味。说声好棒，掌声鼓励。第二首是 OK 写的，也写的这个样子。永远永远永远都这样，这永远记住你模样。大家各自的动作很像一个胖娃娃。你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像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Potentially, man. 刚刚有展现那个技能嘛，吹小喇叭。我也会。哎呦，听一下啊。
哦，我真会。走音了，后面是什么东西？不好意思啊，哎，我觉得其实 OK 很可爱。他是在我们舞台2023一个非常独特的歌手，没错。但我更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她遇到了一个很懂得欣赏她，然后呈现她美好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状态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然后我相信现场的你们都已经感受得到了。要说什么了？要甩一下。不是，不是，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你们的收获比在这个节目更多。对，我经常相信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在磕疯了，感觉。I'm kind of confused. Is this for show or is this real or what? We don't know.、Oh. You can ask them. Okay, Wang. 他是你的老公吗？Wow. I'm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可以这么直接吗？你中文太好了。If it's not real, you guys pull it off very well. You know, the audience was going crazy. I had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I like how Duke was just looking at Ok Wang just like... Yeah, I saw that too. 我看着你，你看着我。And then, you know, Ok Wang was just kind of like... yeah, something very, very kind of like cute and、yeah. like innocent, like almost like I was watching like a teen drama almost, you know? Beyond all that, it was a very, very good performance. I like both your vocal tones and it complements each other very well. Thanks a lot. 我觉得这个夏天我多了多和少我已经走到他们两个人中间的关系里去了。昨天 OK 说这个结果真的，他说不重要，重要这个夏天，我认识了他。我也是。哎 ，J 趴 ，J 趴 ，You can do that. Break the rule. Only one. Choose one. Only one. Oh. OK.跟各位支持团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他们今天这个舞台的主题是微博上面投票最高的，大家最期待的一个主题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你们没有辜负了这个期待，而且做出一个非常完整的表现，谢谢你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哇！我刚刚真的是你们表演完，我就一个字，爽。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舞台，你们的舞台调度设计氛围，而且你们每一个人的突破都完美，还有你们之间的友情我也可以感受得到，你们互相珍惜互相帮助，然后你们的主题叫做别憋着 Jump， 你们成功了，你们成功的让所有人都嗨起来，现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没憋着、yeah!这种东西骗不了人的，我太喜欢了。美琪她成长了，跟她真的出亮相的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我相信所有观众都一定有感受到。但对她而言，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获得。她今天没有来舞台2023，她不会有这样的改变，所以我是很为她开心的。我就两个字，不够。哎，对，真的是看不够，还想再看。那三个字，不够看。五个字，真的不够看。最后四个字，谢谢你们。哎，你数字真好。我想把全世界最美的词、赞美的词都放在你们身上。如果按100分来打，那你们就400分吧。太棒了，哦，很高哎。因为今天他们完全就是一个整体，而且给我的感觉就很像葫芦娃，就7个葫芦娃最后合体变成一个，哎，
金刚葫芦娃、就是能会的所有招数都有，他们这里有乐队，有会原创的，然后有会唱跳的，然后有会 rap， 就所有东西你全部加在一起，你又不会觉得很突兀，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组合，非常非常好。对。Before the stage, I was a little worried because you guys are so different. I couldn't picture what kind of performance you would bring, but everybody complimented each other very, very well. And I was very surprised that Dolphin's dancing and then Booyah Tao was like, you're rapping. You're so calm and reserved all the time. You're lik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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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I was like, ooh, very surprised, but I liked it. Hao Ting. 谢谢。我觉得今天这是看到为止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合作舞台，对，然后有点给到我 Black Eyed Peas 的感觉。哦，我知道，有一点上海黑眼豆豆那个团体。对，然后我特别想跟浩帆说，哇，你一经开场的时候，我真的鸡皮疙瘩，我很喜欢这个开场，然后非常非常非常帅。然后第二，我想觉得今天我最惊讶的就是涛涛。就发生什么事，就是全新的你，虽然你的西装上身还是有点大，但是你的风格，你整个态度，整个你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Very good。 谢谢老师，谢谢。传新版本的吴耀涛。涛涛帅死了。而且刚才好像有说他们那个舞蹈是涛涛编的。对啊。是吗？对对，那不如你们四个人再给我们示范一下，我们所有老师学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教一下教一下。来，先右手 ，OK， 右脚，然后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摇嘛，再驯化四肢。反面也是同手同脚。OK。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笑。刚才该怎么跳？教我一下。周深老师跟我的状态一模一样。分不清是怎么动啊？不是抬起来，应该是踩跟踏，一个手举起来，然后脚是往下踏，对，这样就对了。哇，我们普通的打开 ，OK， 我不能停啊，我一停就回不来啊。好，我们全部人做一次哦。OK，3、2、1，Go。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叫。哇！恭喜平凡者吴耀涛在第三个酸甜十分钟主题舞台中暂时排名第一。不行，这一刻必须跳舞庆祝一下。新推荐榜单更新，想都没想到，怎么会这样？很遗憾，黄绮珊、朴宰范的红星推荐与舞台支持团结果不一致，没有获得实力值。It's okay。